沟女最紧要有靓车。老豆叫我搵钱就难啫，叫我沟女，话都冇咁易啦，有乜敌人啊？花必星同华伦天，吓、啊，又系佢两个啊？听讲你系全香港沟女最叻嘅人喎、啊，啲朋友讲笑啫。诶、啊，样样讲得少，呢样唔讲得，因为我只系全香港沟女最叻嘅。应承我一件事啊？咩事啊？以后唔准识第二个女仔。哦，简单啦、啊。我以后连睇都唔睇第二个女仔。哇，你呢度全部电子设备嘅喎、啊。唉，湿湿碎啦，喺咁 romantic 嘅夜晚，最好嘅饮品就系、是。你唔知道今日系我生日 party 啊？知道，但系点解你一啲都唔留意我嘅？我一向唔同人争嘅，而且你唔系好靓啫，你眼又大咗啲，鼻又直咗啲，口又细咗啲，人又高咗啲。不过将啲缺点加埋一齐都几好嘅。哎呀，我透唔到气，哎呀，我死啊，我死啊！咩话？你透唔到气啊？哎呀，第一，我唔喺香港注册，我要同阿星去刚果结婚。婚后我只承认阿星系我男朋友，你系我伯母。第二，婚后只系我哋两个人住，每星期六翻嚟同你食一次饭。如果我唔得闲嘅，就取消。第三，我唔生仔，即使考虑都要喺15年之后。黎真，而家系我向你否白嘅时间。其实我暗恋咗你好耐啦，但系我自认惭愧，冇勇气向你开口。所以我决定在四个电视台同时买了半分钟时间向你表示我对你的心意。吸引女人呢，眼神是最重要的，用你的目光吸引着对方双眼，那就任你走去哪他都不会离开你。是说阿姨，你吸给我看啊。来，现在我教你怎样接吻。这样开始我弄，谁跟我试啊？樽啊，这个樽里面有几粒波子，你用口咁逐粒住出来。我叫老靓图，我是同你一起去参加 party 的。你做什么遮住块面啊？没有，我出风冷怕风啫。风冷？大乜我？你哋喺度笑乜嘢？你睇下，吓你卑鄙，你无耻，你系社会嘅人渣，你呢啲粗人唔配同我玩。我真心想拜你为师噶，自从上你叫我唱歌之后，我谂过啊，你系高几班嘅，所以决定拜你为师咯。女人咧最中意就系扮嘢噶啦，明系中意都要闹下你，明系甩你都要抗拒你，所以一定要死掠。点掠法？佢闹你当唱情歌，佢打你当拍拖，佢嬲你笑嘻嘻，佢走你掹衫尾，佢发落你跪地，佢骂声死，你要份外于你啊！嗱，每日搽面懵高1000克，增加面皮厚度，唔怕女人话。唔怕女人嘅。Honey 啊，我炖咗啲嘢俾你饮啊，你要饮晒佢噶。吓？又饮嗰啲咩边汤啊？大家一齐嚟睇花心大笑啦！我第一次见到你，是一见钟情，一见倾心，一见发财。总之我爱你，我都发晒狂，发晒狂。